主播说梅祖，今日我来讲，就要到冬至哎，冬至一到，和我的梅祖啊，冷天正算开始。客家人讲，冬至菜一头，磨皮不是熟；冬至菜一腰，油米磨条烧；冬至菜一米，冬西老乌龟。今年的冬至在农历12月18，属于一腰，很没意思的。今年冬天的雨水会比较多呢，可能拭目以待。我们广东人有冬至太过人的讲法，梅祖客家人冬至一日会制作客家酿酒。客家人认为冬至一日的水味道最亮，酿出的酒质量最好，保存的时间也是最长，所以冬至一日家家都要酿冬至酒。海外做梅叶头羊能够过到冬至，因为梅祖人冬至一日会食羊肉做酒，增强御寒的能力，强身健体，亦是客家人对中日饮食习俗的一种保留。